第四课，我肚子饿了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。肚子饿了，吃炒饭。炒面、炸鸡、比萨饼、汉堡，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炒饭。你要不要吃汉堡？我要吃汉堡。你要不要吃炸鸡？我不要吃炸鸡。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炒面。你喜不喜欢吃炒面？我不喜欢吃炒面。我喜欢吃炒饭。